去黄金店买金手镯，假装要跑，其实转一圈再回来，挑战，开干！到了，名牌珠宝，走。我好紧张呀，有点紧张。手镯，有项链吗？啊，有呢，这边有项链。啊，这儿呢。我想买一个那个我自己戴的项链，你给我推荐一个。你看要多大克数的？粗一点的，大一点的。粗一点的。你看这种，这种，这种都可以。这条多少克？这个。啊。这个48.9克。这个大概得多少钱？大约得2万多吧。两万多哎，太少了。拿个粗的，这个最粗的这个啊。这个。哦。这个多少克？这个是98.41克，98克，90多克，这个大概得多少钱？你算算。我能试戴一下吗？能。嗯，挺重的啊。嗯。啊，你算吧。差不多4万多。4万多是吧？嗯。好看吗？嗯。符合我的气质吗？挺好看的。挺好看的是吧？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，做人做事儿总是从容面对。我照一下镜子，我照一下镜子，我感觉门口这个光线比较好，我照一下镜子啊，确实挺好看的啊。哦，这光线好啊，你别紧张啊，别紧张。